以前早期哈，就是清朝时期啊，那差不多五大馆，啊，咱南馆那来，南馆就是以前咱伫这清朝时阵，是不是拢爱有经商？所以我们整个在台湾里面呢，只有三个地方有南馆社团，第一个是马港，第二个鹿港，第三个大南，对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一号一楼三王刚，他都帮我讲完了嘞，他可以来听一下。因为当时就是这些有这些这个地方有港口嘛，有港口就有经商嘛，经商的时候他其实从那个转经过给那边过来，啊，从来去边生流传的时间会比较久，啊，那时候就会有一些人在那里娱乐啊，娱乐完之后就请了一些人问过我的身心啊，就在家谈的就，有比较有钱人啊，文人啊，他都会请那些身心来抵关头，这样子流传下来的，所以这个地方才会很多南馆社团。那我们聚印社在这边就差不多一两百年的历史，如果说你整个那原来是一两百年的历史，那早期不是在龙山寺，早期就是在这各家，因为他的如果龙一都给你处理嘛，他就这一区的人喜爱的人，他就是来这边之后，他就来这边学完之后，他就都在这边轮来轮去，本来是在金门观，后来就会说对，我民国七十年学的时候，就在这里的，那当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子说，都有一个管理，他是每天。到晚上11、12点都还有人，啊，就逐工去嘞，去听好无？去听好无啦？去就是佚佗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南馆，你们有一样有十样乐器，第一样就是琵琶。好看。来，那一只是琵琶呢？它跟我们国乐琵琶不一样，它这个南馆琵琶一定要横抱的，所以它。哦，这是很爆的，来，它有四条弦，它这个就是，这个就是铜鸣，这一点是爱五铜鸣。那这个呢，梧桐，这个呢，这个最好的是福山。福山，我福山我知道。为什么要福山？硬，不要，硬吗？不对，共振好，不对，有弹性，不对。来，福山的茶卡帕帕。怕是什么字啊？小怕怕不是，不是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啊，因为他一怕的时候出来的声音得叮，就是他的音声音就不会那么的尖哦，这样你懂吗？不然都是竹子做的，叫丝弦之音，啊，所以他为了如果他不像北管，因为有锣鼓嘛，他声音尖的，他必须要有比较硬的，像那个鼓，不对。你看我们在敲那个壁鼓啊，那个敲的那个就要很硬的茶，下敲下去，它声音才会响。那个这种的，因为它取自于这个音乐的属性，它要的声音不是要，它是要熟的，所以它就要对，福山这样的吗？那这用完了，它一定会有一个，这个是一个太极，升两仪，两仪升四象，我们叫这个叫象。四象生八卦，好，这个阿甘，八卦在哪里？这里，好，这个两边哦，这个叫八卦。来，再过来，这个一定叫做这个哈，我们要称为红那个鸡脖头啦。鸡脖头，鸡脖你听好哇？鸡脖头，什么叫鸡脖？谁知道？鸡脖不是，我们在演戏当中有一种丑角的角色的头发，你跟他仔细看，对戏有没有？啊，你给他看这边有吗？你自己看那个头饰，对吧？那只很像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个头啊，上面是就绑上去。因为在我们演戏道里面有生旦净末丑，里面他每个人的那个基本照，那个基本上的都有他的特色，一个是给佛头了，他给佛就是比较会这样，比较就是对，来，那这个呢，这个叫做聘。这很品，品呢？品为什么叫品？其实它对，它取自于清朝时期的官制九品，可是它十个，一二三，这个不算，这个是多出来的，一二三，我们现在十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其实是九品呐。因为它这个是多出来，因为这个我们平常不用，是因为除非是演戏的时候声把那个音调往上移的时候才会做的这个，因为它不多，那你看到的北那个国乐琵琶，它
他的是那个这一方的如意，嗯，那这就品味就很多，因为他用的是他用哆来咪发嗦拉西都通通有，嗯，那我们只有五个音，五个音就是七宫六十一，七宫六十一，那七宫六十一就是哆来咪嗦拉，所以没有五个全音，没有两个半音。对，哦，你好，我是会背而已，他会了，我不会，好，我们就是没有半音，我们没有半音，所以就说我们的五个音就是要做五五音，五五音，啊，五五音在我们七宫有十一，就是我们的宫商角徵羽，所以才称为五五音，它是全音，它没有半音，看懂吗？很深哦。哦，还好啦，好啦，把这个呢，这帮我拿来，放着。你看我们，你跟他摸这里，蟒皮不是，是他那个蟒，他剥起它冰起来的硬度，它是有点弹性的。你如果拿到北馆的山泉，一起点扣扣哎，它很硬哦。你看它这个还有点弹性，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它有点的。啊，如果是北馆的山泉哦，它这里会把它冰啊，就对，冰个就硬嘞。你想为什么？声音的关系又来了，你看，对，他说因为也是音色的原因，我们要取自一只音色是柔的，所以它要松，松的话声音才会沉。沉。好啦，我跟他讲，我们以前哈，我们以前那个刚学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会调音呐，啊，一个音那个走调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，我教你哦，我们就说这个每一个人，你看，注意吗？倒挂灯。倒瓜灯，对吧？倒瓜灯，你想不想？就是音准的，来提示，来是。介绍瓜灯，来来，不准不准是怎样？这样已经是准了，这是准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不知道那个音准不准，这都调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不知道什么那个啊，你看我们，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生活上面，那反过来就不是了。听到吗？好，未接未接落来是倒瓜汤，啊，从这里上来叫做更当点，更当点。你看再听一次，从下面上来，很亲切啊，更当点，哈哈哈哈哈，笑死了，好会讲啊，好厉害。哎，因为我常在演讲啊，所以我讲东西很好笑。广东店，哎，对不对？那你看。我们去那个调音的话，都是非常特别，有没有？再听一次。啊，过来，这边反过来。跟当点。啊，老师，老师，我有个问题，他这个三个弦怎么弹五个音？广东汤跟那个广东店。广东汤跟豆腐汤啊，豆腐汤跟广东店。对啊，这是入党腔。加一点是豆浆，不是。那我们这个三群呢，我们把它称为豆干对啊，对啊，倒瓜、豆干、豆干片、豆干汤啊，那个我们那个这个要把这个呢，要称为叫做，我老公骂人的一句叫抹屁呢，抹屁呢，对啊，抹屁啊，没品，他是抹屁啊，他没品。啊，因为他没有品味啊，嗯，我说他靠必须要靠着我们的音感，有吧？有，他还是有他音呐，其实再下去都有音呐，我跟你讲，都有，只是都有音，这个，哎，对，他必须要靠音感去听，哎，这叫三学，好像哈。我上课很好玩的，我骗的，我上课是很好玩的嘞，要不要上课？好玩的。啊，讲到这只，嗯，这个叫做李贤，李贤，不是这个叫李哦，吗？就是二弦。那个二弦呢？来，这个想到这个二弦哦，我们全部以后你们能拿到，你现在看到的弦啊，对哦，是有两万的李弦，加进去这点，我现在都不跟你卖关子啊，我就直接讲了，我等下上。只有南管的二弦嘎记，嘎记就是脚趾，你看在这边。那其余的二胡跟二胡的这里六角形的，这里弄成一个蟒蛇皮，那个哎，那个国乐的那个叫李鹅，那个是二胡，它在这边。对，好，北管的卡拉弦，就是椰子壳做的，也在这边。好，还有。北管里面还有一种比较小一点点的，那叫做吊龟啊，吊龟啊，它声音就是比较尖的，
它这个都是音乐属性的问题，它要的是这个音乐属性里面要的那个音色的问题。对，你今天一个乐器跟的构造上面主要是要那个音乐的那个音色出来，配合这种音乐的旋律，它需求性是这样。嗯，好啦，那这只是皮，这只是竹子，那你把它转成这样子呢，这个是根部在这里，这是往上的，这样懂吗？这是竹子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二弦很贵，是因为它这个曲子我们说已经叫做将军调，它一定要丁沙的是丁沙的是来，就是从我们一支二弦有三支嘛，第一支这个叫软马，软马也称为千金，千金，嘿，啊，再来接着这叫做两马，两马，这里一个竹子做的竹马，竹马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千金？这里。这个是绳子不是吗？对，可是我们称为这叫前音，就是把它分类组为一样的音阶。哦，前音啊，这个以上是没有在用，是用在这个以下。哦，好，有的人这里是用铁的，但我原则上我们是用那棉线，棉线呐、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前音。前音，嘿，啊那啊这个也称为软马。软马嫩妹，嘿，那、啊啊、这里对不对？这个是竹马。还有这个是马尾，这一个是松的，麻的，它我们是能筋哎，我们这个这一片呢是竹子，这一片是竹子，竹子这个，哎竹子。